散歩行ってきなよ。どうでした？はい、行ってきて。マイケポテチワン。小孩，好呢。明明就有一堆玩具了，这个都不玩。嗯，好期待哦。嗯，我应该不需要买到套票。一天搭到宝是800，拿一张这个好了。嗯，电车刚跑掉，来逛一下好了。居然有巴士，哇，姐也太可爱了，还蛮可爱的耶。这也太酷了吧！来搭车喽！天哪，居然有我爱的，太棒了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まもなく電車が到着いたします。去完长谷寺要来去这个极乐洞。看地图，跟着人群走就对了。那个蜂蜜耶，好特别哦！啊，感觉有好多店可以逛哦，太美了吧！嗯，超美。啊，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都没人呢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1000块。嗯，看到这个就会想到京都。哦，居然这里也有卖玻璃的。嗯，日本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又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之前疫情的时候来这些店根本都没有开，原来这么多可以逛啊！
到了，该不会是连进去都要排队吧？果然，傻眼。太美了。晒太阳真好，那这个午餐看起来很棒耶，可惜最好一有点贵。
光是洗衣精、柔软精就这么多，还可以闻味道。买这个好了。で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要去散步呀？散步一个。先来去搭车。好有趣哦，怎么是青蛙？那已经两点了，我要去的店应该不会排队吧。我是第十一个。結構左側の、招き風の時期だった。あ、はい。我怎么跑进 JR 里面了？怎么办？哦，还好不会被扣钱。能换换吗？很美耶！哦，里面是长这样，好美哦。
车刚好来了，没时间逛了，我又回来了。眼睛哭，发现他了，超可爱。竟然有一个洞窟哎、欸！出口，这个时间来刚刚好。里面很大哎、欸。好快就到出口了，很少吃，好便宜哦。没有很便宜。内容也好贵哦。是梅子口味，好
像不是日本产的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可是有点贵。饭团。吃哦，这很方便，这超好喝，来试看看它的这个，这不贵，日本出居然出这种冷面，我一直买的那个没有哎，换包装吗？会太诱人了，110周年，那你可嘞，出新口味。连面包都要挤的，天哪，什么发现新口味，居然是哈姆，Thank you.